神尊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。Oh.
做大礼拜，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。二拜诸菩萨嗡阿吽。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。四平等一起手，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，感谢各位参禅上师的大慈悲心。非常感谢大家在线上收看网络直播。那我们先给大家，今天人很多，要给大家摸头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。啊，我们看看线上有哪些朋友。那我知道你们在线上，给点赞吧。嗨，嗨，网红，抖音来。Yeah. 抖音多少万了？医生说你的抖音有多少万？20万还是40万？今天眼睛现在多少万了？李琦是那个抖音的现在的网红，多少万？希望能够拼多少万？希望6万，但是现在才4万。啊？现在4万？4万啊？哇！我们要去支持李琦的抖音，去加入你。不是抖音，是 TikTok。啊 ，TikTok 对，抖音是中国版本的哦，不一样吗 ？TikTok 不一样哦，因为原本是只有 TikTok， 然后中国又发明了一个抖音。哦，这样啊，所以有两个，很多人。那你两个都上吗？抖音比较没有人 ，TikTok 比较多 ，TikTok 就多 TikTok。所以你希望大家去支持你的 TikTok 就对了。OK， 好，就是帮忙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有四万人口的李琦。李琦，好，我们现在等一下哈。李琦叫，李琦说他眼睛什么？走哪一只眼睛？那你把一只眼睛遮起来，让我们看到你。哦，原来现在不是摸头，是在签书哦。那你有买吗？没有。赶快去买。完了，买不到了。哪一本？就是那个白色的，不知道叫什么。我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说现在已经卖完了吗？上师好，你好，雅琪师姐。哦，黄金的句子是天主上师，好厉害！谢谢师姐，弘法辛苦哦。我也要签，你也要签，因为连主上师也有帮忙在印尼推广师尊文集很多年了。应该的，都要努力。谢谢，阿弥陀佛，谢谢。那个哦。黄金的句子，所以今天，哎，上师好，上师好，很多同门，所以今天人很多，哎，你好，黄金的句子，对，今天是，可能这么多的同门，哇，左边，今天时间很晚，时间签书吗？我以先说，不是说我是先说。你那两本不是真，是新买的，那可以吗？新书，只有新书。不是说拿着证书说吗？先说。好，我们看到是不是非常辛苦啊？刚刚讲到刚买的吗？回来每天还是要问事，然后现在。有这么多弟子来，所以今天特别安排大家都能够把师尊的心声、师尊的著作请回去，而且今天师尊慈悲给每一个请书的同门都给予签名，所以这是一个最难能可贵的机会，所以
欢迎大家多来西雅图雷藏寺，就可以亲近师尊。我后面不用跪哦，后面不用跪，直接走过去。不用跪，后面不用跪。所以我们这样子的幸福时光，也希望网络上面的同门服务能够感受到现场的气氛。我们再看看，哎，你好。我们是香港来的啊，我们是香港来的，香港来的，哇，你有从旧金山就一路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哇，那还在念书吗？对啊，念书不行，拿新书，那签你条命。哇，有些人书要一定要拿黄金的句子才可以签名，哎，所以他现在要签。黄金的句子是吧？黄金的句子，好，谢谢上司，谢谢。Jenny。哦，大家，这些同门呢，他们这一个礼拜。也是很辛苦哦，因为大家都是从旧金山这样子一路，你看，对，还好还好，师尊等一下要摸头了。在这边准备好了。哦，想要去西雅图啊？来呀、啊！为什么不来呢？张美美为什么不来呢？在美国，以前在台湾，美国就在没办法。有人在占位置，跪在那儿。今天人好多好多、哦。啊，前面走，不要碰。张美美在里面啊。我也直接摸。好，既然大家要，我们要签书，这也是摸。现在有一种现场混乱中。啊，好的 ，Hello， 西雅图。你的书嘞？我的书，新书。好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谢谢谢谢 ，Thank you， 全世界的同门。哎，全世界的同门。文莱的同门。哦，文莱的同门，好的好的，文莱同门。那线上问候大家，哇，真是大家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门哈，包括上师，好，我们这样子直播，真的看得出来师尊好辛苦哦，刚刚带领大家同修，下午还问事，每天都三十几个人问事，这样已经连续好几天，然后今天修。明天又有护摩，明天的护摩大家要珍惜啊，因为是韦陀菩萨伽蓝尊者的这个传法，那么师尊有传过他特别的几脚神行法，那修这个法呢，如果是他的咒修法有相应的话呢，是可以神行去你要去的地方，甚至呢是可以追溯前世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传法，所以欢迎大家明天能够报名参加韦陀菩萨伽蓝尊者的护摩法会，就算人不能到的话也是可以报名，那也欢迎能够当功德主主席。好，我们现在今天真的，我等下你也东莞了，刚刚是一个错觉。你看，陆陆续续，这后面的队伍又更长了。嗨 ，Hello， 秀庆，对不对？嗨，嗨，连着
陈教师好。你好，好，大家好，观众好。观众好。纽约哈，纽约连者上是金刚雷公，欢迎去纽约。连者上师是很会问事的，神桌神桌问事是唯一啊，真佛宗的这个传承呢，有神桌问事的能力的是连者上师，所以要问事的话呢，除了就是说，假如在东岸方面呢。需要这样子的帮助的话呢，是可以去纽约金刚雷藏寺连者上师在那边服务大家啊。日本的新书被抢光了啊！新书被抢光了，就是啊，不到半小时就被抢光光了，不到半小时。那你们现在是什么？是有人让给我们，有那个旧书就签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想要签的书，虚空来的访客，这也是很棒的书。所以哦哦，你有。好，法师好，好，上次好，好喽，辛苦辛苦。所以呢，哦，抢光了，原来是这样，黄金的句子，黄金的句子签完了。哦，这是我们年轻有为的，真佛都年轻一代就靠这些帅哥了。哦，谢谢。谢谢，他说，这么多年轻人帅哥就说谢谢。李师兄真的是大护法啊，哈，每次都帮助我们，然后帮忙维持秩序，辛苦了辛苦了。还没签吗？快点排排。所以现在大家已经在抢位置，要排队。看一下时间。其实都没了，没有，就是刚刚起浪差不多，签完就差不多，后面那个，可以吗？也准备要让师休息一下，真的是干嘛？对对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还是以新书为主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让师休息，对，后面还有。所以现在。我们后面时间关系稍微一点，对对，以新书的为主。啊，新书卖完，定中之定也是很好的书。新书卖完了，新书卖完了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好事，因为大家对于新书呢。都是给予最大的支持护持卢胜彦文集，就是最大给师尊的一个回报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现在外面的队伍，大家都已经排好在等着摸头。哇，我们看看今天的人潮。还是漂亮美女，西雅图的大美女。哦，右边这样是一个队，然后等一下又会 S 型的这样子轮过去，现在还没有站定位，所以延续着从旧金山开始到今天，我们看到了大家这样子一路的跟随着师尊的脚步。来到了西雅图雷藏寺，今天的周六同修，那真的觉得像一场梦一样啊！也非常感谢在 Oakland 所有参与摩天大教法会的同门义工、上师、法师、教授师、助教、讲师，他们真的这一次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我是有照肖像权的哦，我有肖像权的哦，肖像权，然后呢？我肖像权哦。那等一下，哎呦，都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可以先照啊，不要。
来无紧啦，再等一下。伊上次伊签这签了，伊这个嘛。签完了，要问你们。怎么大家都会说？我说我要走了。说昨天我在给你点上行程上面说我要走，大家听错了，不是我。旁边的同门，他说他要走，然后大家以为那个声音是我的声音，不过我也会走的，什么人都会走的，因为人生就是来来去去。是一个 S 型，你看人潮的中间，一直排排队排到这边。看到，哎，高雄，高雄，看到高雄的，阿弥陀佛，特别亲切。师尊加持了，好多了吗？还是看一下证明啊，你要做一个那个证明啊。师尊刚加持你，好，要给李琦。你刚刚讲了吗 ？TikTok 是不是？啊 ？TikTok 是不是？拍拍，明天我有表演。明天你要表演啊？对。好，李琦明天要表演，我们期待他的表演。他表演 TikTok 里头的。
啊？春飞上司。大一雷藏寺有好多有十位以上的同门，看到他们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，他们也协助法会的很多事项，真的是辛苦。对，今天来了马来西亚、香港。收到吗？赶快按赞，赶快按赞，赶快按赞！刚刚师尊有给大家摸头，有哈，有哦，真的有哦，真的有请师尊给大家摸头哦。啊，辛苦辛苦辛苦！哇，帮大家完成了请师尊摸头，所以今天一切圆满，在这边先。暂时告一个段落，请大家把握明天的韦陀菩萨、伽蓝尊者的护法哦，护摩大法会，这两尊都是大护法，也是大菩萨，也是大佛的来历。OK， 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再去回味一下刚刚那个师尊的加持，晚安。